你跑快吧。 大人们都说你是从远方来的，打扮得像个将军。将军，你会和我说话吗？不行的话，我采的花送给你，总可以吧？飞比跑快吧。 骑士，请看这里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叠方的石块和小小的花朵，这种感觉好像是在纪念……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可这附近只有那个没反应的刀契机械而已啊。难道是在纪念他？或许他也曾做出过值得他人敬……啊、我们所见到的这些布设。 足以证明这片海域中有人类存在过，可光凭这些，无法推导究竟是怎样的人类文明。迄今为止，我们也没有见到任何人类。可以。嗯。可莉还小，比较缺乏危机感。但旅行者，我希望我们都能清醒地了解现状。坦白说。 一开始我以为那封信只是恶……我们也这么想。我也是。可会是谁给这样的小孩子寄恶作剧信件呢？知道这座岛屿的人本就是少数，引导我们解开机关更是布局巧妙。说不定，这些不是恶作剧，而是魔……芭芭拉姐姐，可莉，怎么了？你说，大魔王会不会不想见可莉？ 为什么呢？因为嘟嘟可喜欢可莉，可莉也喜欢嘟嘟可，但魔王没法把我们分开，就只能不见我们。嗯。啊！可莉看，这是什么？啊，是雨球。我听见，听秦团长说过，可莉一直想玩雨球，对不对？对，可莉想过雨球节。 这是我为可莉做的特制雨球，只要可莉想玩，天天都是雨球节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可莉，打起精神来，见到大魔王以后，我们大家都会帮你说服他，让他允许你和嘟嘟可在一起。嗯。好，交给我们吧，一定会帮可莉找到那个，就算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。 不知道在哪里才能找到，也总会找到。在那之前，就先到附近尽情搜索。